超级旋风马桶。超级旋风马桶，刚才客人已经试过了，没有一点问题啊。后面的接这些管子。好的 ，OK。这个 case 是在 Oakville 换一个马桶，旧马桶摘掉扔了，然后新马桶客人就买好，在车库一会儿拿上来就可以了。马桶呢在车库，是科勒的，这个是长的，这个可以适合装智能马桶盖，正好客人也把智能马桶盖买过来了，一会儿一起装上。好，这个马桶呢就装好了，这是第一锅水，这个呢是超级旋风马桶啊，这个水流呢是这样的，过来，对啊，过来，这个呢是二合一是437，现在在 Home Depot 买，我之前给客人装的是一体的，好像是530多，我记得是，差不多100块钱吧，但是这个也不错呀，这个也是超级旋风，就是二合一的，然后配上它的智能马桶盖，咱们冲一次水，第一次试试啊。多强力，一分钱一分货，对吧？我是这么理解啊。好 ，OK， 然后又让客人试一试，成功了 ，OK， 一切都 OK 就好了。这个插电，又让客人试一试，如果一切都 OK， 这个 case 就结束。一会儿把这盖盖上就行了。再冲一次。这冲力杠杠的啊 ，OK。